之前 ，Before I tell you why I prepare this for you， 请先看大屏幕。I want you to watch this。我们聊天的时候他都说他很想家，然后他又回不去，觉得你看到 Crystal 想跟你说的话一定会很开心，怎么办？其实我们两个一个是唱跳型，一个是乐队型，我们本来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，但是在这里相遇相识非常开心，能和你共同完成属于乘风破浪的舞台。爱你的人呢，你怎么样都会爱你，喜欢你的人呢也会喜欢你浑身的刺。